Ready, go！ 刮刮乐，乐乐刮，乐乐爱刮，刮刮乐。欢迎收看今天的乐刮日常，我是乐乐。今天给大家刮一本国宝啊，20面值的票。规则来说一下，这边就是刮出国宝的对象可以获得下方奖金，刮出大拇指的标志啊，可以获得下方奖金的5倍，奖金的兼容兼等。票号这是11178489啊，这边是11178489000啊，30张，一包一包。好，国宝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没中，这个也没有。我这直接报一个100啊，单张直接中100。120，中20。150中30，170中20，190中20，210中20，这个30，240中30。又一个30，270中30，270，290中20，满屏的国宝，来不来？320中30，340中20，360中20，这样的是累计390块中30。那这样，这是最后一张国宝，中30块，累计返奖390啊。那这样的话，是在第一张刮到一个100的，就属于一个额外奖啊，属于一个小额外，中的一个100的小额外。好，下一次我们继续冲刺一本吧，这个国宝的票还是不错的啊。公益彩票，乐善人生，我们下期见，拜了个拜。